吃烤肉啊。好，这是店家附的小菜。这炒饭看起来不错吃，而且老板可以继续帮我们加小菜，非常好。这拌饭还蛮大的。老板，给我来两份拌饭。两份拌饭。这个配菜是。这里的炒饭是少数我觉得好吃的，然后这拌饭也不错。这家还蛮好吃的。香油、辣椒酱，应该是甜面酱。回国啦。